超级厉害的地方，真的超期待的，耶、yeah.！知道为什么要贴这个人吗？因为他们刚刚说这个人来转播室的时候讯号就会特别好，所以就把它贴在那个的外面，这样像纹身这样。所以我不想做电视台的原因，我就是觉得都要等好久、哦，等个几分钟。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。我们点的这个双人餐，因为刚好一个人要吃又香，我想说我跟他搭配。I've been up 5 days, I can't get no rest. I've been up 5 days, I can't get no rest. Hey, hey, hey. 我们来到的地方是北京电视台。你等一下是要干嘛？我是主播。我在活动，我就被打。
never be the same. I'm glad you came. I'm glad you came.